如果你哋話呢張係要攞去裱，即係裝裱，講聲。如果唔係，我今晚咧我寫咗落去，你要裱，我換翻俾你啊。寫過咯，寫過。同埋嗰條老師寫過咯。寫咗幾多？嚇？好似喎。嗯，啊，卷轴表出嚟好好睇嘅呢张嘢吓，真系好睇。你知我成日都话嘅，一张嘢表出嚟咧，就好似个人执一执，吓，即系视觉上会靓啲。你表一表咯。表表表，我都赞成啊！表。要表嘅同我讲声啊，得阵一阵我收啦吓，而家我使唔使俾个奖金唔够位买？表啊！整体嚟讲系 OK 嘅吓，有啲地方写得稍微眼镜大咗少少。但係老師一開始嗰啲咧重得好緊要喎，咁但係就後屘越寫越爽啦，咁整體嚟講係唔錯，即係起碼你成篇嘢嘅手勢你係比較平均，冇漏啊嘛，嘛有啊，邊度漏咋？漏都冇點漏，寫過啦咁，寫過，唔緊要咁你睇唔出嘅呢啲，漏咗都唔知，千字文啊，我千字文開始個數。好，你如果要表一定要寫名啊！你唔寫名，我唔知係邊份啊，太多啦，因為咁啊會麻煩啲，太逼，稍微逼咗少少，好睇嘅成篇嘢嚇，因為真係寫得好嘅嚇，咁但係就稍微逼咗少少，起碼15啊，應該。其實我唔建議，即係呢個闊度我唔建議一張寫曬嘅，因為一張寫曬咧見到係比較逼少少噶，但係就整體嚟講係 OK 嘅呢張。如果換咗係我咧，我會。即係寧願薄多少少，因為你表完之後，薄完之後唔覺嘅，但係起碼你鬆動啲嚇。呢個比較逼少少呢啲位啦，比較空間上嚟講 ，OK。做咩寫兩次？寫錯咗。係。隔離一行，唔係隔離行。寫漏咗會又寫寫到。你咪隔離行啦，啱啱冇兩。一望到兩行嘅隔離。會望到嘅。check 到。check 到㗎加色嘅，因為你就咁望落去，呢啲位唔係好舒服啊嘛，成日就。好記得，係即係稍微都望一望，睇下大家嘅情況。啊，呢個手勢就弱啲嚇，線條好幼，可以再重少少，就係呢啲地方。如果弱咧，就比較好似好鬆散咁樣，就唔好睇。俾個人名我啊，邊個？點解唔寫名？喺後面啊，我驚寫得核突。哦，唔該嚇，隱蔽啊都。你個名唔記得人，要唔記得？比較輕手啲，即係同你同事。一落重咧就化。有佢化，唔係化得好勁。唔會，應該極其量啊，去到咁樣嘅時候，因為你本身嘅手輕，你點樣重都係輕嘅，其實唔會爭好遠。你嗰啲化，你所謂嘅化，其實最多就去到咁樣啦。嗱，咁又唔係好過分。OK。呢個加咗新墨，一加墨之後，哇！仲要加咗咪尤其要謹慎啲。呢個開頭。嗯，咁啊有啲隻字係好啲嘅，不斷練下啦，係寫得開心嘅。呢個要錯咗。如果真的要反轉，睇住啊！你真的要反轉，其實係咁樣兜少少嘅啫，嚇就唔會話兜到咁太大，唔好睇，唔使太彎嘅，啲彎手震唔夠力。呢個又係太大。本身是大的，我講過啊。本身呢個雀字是大的，本身呢個雀字是一個走光啊，走光隔離一個咁樣嘅呢咁樣嘅嘢，
得走。是啊，所以他那個樣子就是這樣子。都變成桌子。我見過，好似個學生。所以我成日都話，我成日都同佢哋講，中文其實係好好玩嘅。一個真係跟我學中文嘅嗰啲學生嗰啲咧，即係未必係考試特別好，但係通常都係好認真同埋好愛上中文。但係愛上中文嘅人，好少考試會唔好，因為你文句暢順，你研究中文，你中意睇嗰啲文章，你首先唔會抗拒啲中文入耳，抗拒啲文字入眼，抗拒支筆覺得好重，寫唔到嘢出嚟。你中意個 language 嘛？英烈都係噶，好多人中意英烈嘅話，條首啊、莎士比亞嗰啲詩啊、嗰啲十四行嗰啲，其實好悶嘅。有啲人覺得，但有啲覺得唔係，我個 rhyme 即係個韻律好靚嘅，讀下讀下就中意噶啦。咁即係嗱，點解佢即係老師引導到佢去中意？所以反正中史啊、中文啊嗰啲咧，好多時候嘅老師本身令到佢中意咗嗰樣嘢，跟住老師唔使教噶啦，自己去睇噶啦。即係你知道呢嚿嘢之後。你好少會寫錯嘅，即係你明㗎啦嘛，你知㗎啦，係嘛？你就知道原來凡親有點解聚字有呢嚿嘢，點解走字有呢嚿嘢，係嘛？就因為佢走情嚟㗎嘛，就係咁。咦？你冇寫成章咩？嚇冇咩？冇嗰啲紙喎。冇嗰啲紙，賣曬佢你度。上一次係老師賣曬，係佢問過啊，俾你。哇！老師幫你喎。係呢個唔係木字邊，呢個係樹身邊嘅。呢個又係啦，多咗一下。你知唔知呢個太過料，即料咗啲。呢啲係天賦嚟嘅，都係詛咒嚟，好困擾我。即係我過咗就過咗，但係偏偏俾我望到啦，真係你睇下，即係成日都要炒呢啲嘢，成日都要望到呢啲嘢，望到就唔舒服噶啦嘛，你明白？咁樣樣 ，OK， 唔好撇出去，太多唔好睇。寫嘅時候盡量我見你墊咗格仔嘅，盡量背咗啲字佢。我見到你啲字比較上硬，唔係即係線條嚇。寫快少少，要咁樣背嘅要。可以唔緊要，寫錯咗呢個位，唔使咁重嘅，輕啲得嘅。咁樣就好睇啲嚇。整體嚟講都係寫得太快，寫慢少少。包花嗰啲，呢個咪宮殿嚟嘅，呢個包花嗰啲。包裝紙，線條方面稍微顯自然啲。係呢啲啊，你成個嘢應該係 ，sorry， 呢個草花筒我記得係咁嘅應該。要好順嘅，唔夠順，窒咗，就唔好睇啦。寫多少少個序，未夠多，再熟。可以唔佢軟咗少少，同你平時啲字比，即係譬如呢啲位咧，其實你真係瞄過去噶嘛。啊，呢啲空間呢啲位咧，稍微緊張咗啲，寫得慢咗。如果你在格仔上面寫咧，應該個個都好凌厲，即係抑揚頓挫會再好啲。可以唔佢稍微軟咗少少，唔係話佢寫得唔好，都順暢嘅。但係特別話呢啲位咧，你好明顯呢個係慢慢瞄出嚟嘅，係嘛？如果你平時寫係停，個黑勁會有。所以我就話手勢方面好似個筆力唔夠你平時寫嗰啲好，整體嚟講係 OK 㗎，即係唔係話差，但係就遠咗啲。所有啲大弧度嘅彎位都係戰戰兢兢做出嚟嘅。我想用粗油，你啲線條出賣咗你。因為熟啊嘛，
心理壓力好像大了一點。嗯，所以很統一的，就是那個落差和他平時的表現，那個你看一個風字，剛才我講到一個風字，是不是我說兜兜不夠好看，我再講到一個風字也是這樣的，你看到這個空間這個圈其實應該角度再窄一點的，未至於尖咯，但是上來那一刻下來，所以個問題在哪裡呢，就是寫的時候比較緊張，紙還有的嘛，是寫過了有多少買啊買啊太快，可以慢一點，寫得比較快了一點，這個但是進步很大，這個是潘的話應該吧，是不是是你啊，是啦，是你的，是的，進步還很大了，但是寫到那邊就怕怕你怕我啊寫出一個字不用怕，你最重要是你自己，即是大家即是當玩咁樣試下做下呢啲嘢，唔使掉啊。唔使掉啊，最唔係拎個表唔使嘅。係係，除非諗住攞住表咁，可能會簡單啲。哇，繼續。如果唔諗住表就 OK 嘅。繼續寫落去。係啊，嚇死人。有啲時候就呢啲就寫得真係求其咗啲，即係亂咗啲啊。但有啲字成行睇係 OK 嘅嚇，即係。即係你感覺上，即係成篇嘢都叫做係已經係叫做熟啦，即係臨過下啦嚇。咁你臨多幾次咧，基本上嚟講咧，嗰個形態就會再靚啲，再好睇啲嚇。你而家喺個形態方面有啲，譬如話呢啲太得滯啊，嚇呢啲歪咗啊嗰啲，呢個問題啫。最尾一段做得少，最尾一段唔少，可以再練一練字，都難得噶啦，起碼你真係打得好耐幾耐，一年都冇，係嘛？你可以寫到邊？你又諗到呢邊都唔得，得，嗯，面格仔真唔係話唔好，但面格仔真係死翻咗少少，係嘛？即係望落去唔係一行行，一隻隻，就係可以嘅話就成行寫位好睇。因為啲格仔最大問題就係呢位限死咗，限死咗。咁整體嚟講，而家以你嘅實力嘅話，格仔係冇問題，寫得幾好睇 ，OK 嘅。屌佢啦！格仔容易寫好多，唔係時寫啲。字又寫得幾好嚇，啲字真係唔錯。一開始的時候墨汁沒有用太多，成行大了，粗了一點，每次水溫是化了，是的，是的，不知道這樣子爽不爽，寫得挺好，還有這些就舒服很多，你給我揀我揀一下，你將我給很難得的了，即是不要說我估你不到，你自己都估不到你，是吧，即是你未開始學書法到現在寫一篇這樣的東西，我覺得是很大的，還要我這麼慈祥和蔼，我不逼人的，大哥，我幾時有逼過你，是吧，笑一下，那條友真的很頂，真的很好笑，我昨晚跟我老婆兩個看著，還要出來問你問他的時候，真的很好笑，但人無恥便無敵的了嘛，我覺得，即是他慣了就沒所謂，他在商場這麼多年打滾，這些都慣了，他這些可能是他的伎倆，伎倆來的，他成功的伎倆，
即係 sales 說服到自己，說服到人㗎啦嘛，講真係咪先？必須需要嘅，所以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啲字好靚，係。所以如果我覺得自己啲字唔靚，點解你自己啲字靚？一樣道理。寫咗幾耐啊？我好想訪問下你呢樣，以你嘅性格。你好啊。我覺得應該三個鐘至四個鐘度。要。兩日啊？係分幾次嘅三座鐘四個鐘。咁唔使咁耐。唔係啊。因為創初一早嗰時，你冇叫佢寫，我已經寫咗㗎啦。咁啊，我初寫咗先嘅。咁 KK 話唔可以用格仔㗎，要呢啲字。咁咪要再寫過咯，咪重新再寫。有時咪派咗，有時連續寫兩篇或者三篇，有時寫一篇咯。幾耐啊？現在分幾次？幾次？幾分幾次？幾多個鐘啊？今日耗時幾耐啊？十幾個鐘咯。唔使。我覺得三四個鐘盡㗎啦。一張兩張份寫完啦，之前嘅其實呢啲係嘛？你講嘅，因為我見到佢個手勢撩得好快嘅，其實係嗎？五百零個字，咁係咯，唔快唔得佢化啊嘛，即時都夠張嘅，咪側邊都太重嗱。成粒珠咁一粒粒咁，物質量太重，可以輕少少。呢個係葉丹嘅，富春雷都係你哋兩個其中一個嘅，應該咁近你字嘅，近嘅，你哋兩個字好近嘅。係啊，嗯，他兩個黐得太歪啦，我寫到手摸，真係嘅，停頓位唔夠明顯，稍微圓潤咗啲。有時頓得太緊要，變咗一粒字。寧願頓得太緊要，你嗰啲位咧圓潤得滯，所以嗰個感覺上咧，嗱呢啲位係即刻過。你一撳即刻過咧，反而冇咁樣樣。就係你圓潤慢慢咁啫啫，咁就多啦。爭啲啊！其實型幾靚。呢個一支筆，呢個另外一支筆，另外一支筆你又唔敢用低。前面真係過分啲，後面其實好凌厲嘅都。前面即係呢扎嘢真係稍微過分啲啊，重咗啲。冇關事。個味太重。但係寫前面我已經前面已經寫過啦，跟住就係重咗啲。啲似似保利龍嗰啲龍井感覺有啲重咗啲，同埋有啲逼嘅，因為濃得滯。寫多次呢張係地氈筆啊，用嗰啲有啲中體嗰啲咩龍毛啊，我發現仲難寫。啊，我揸可能仲一粒一粒。係啊係啊，一粒一粒，你咪都係墨汁用得太過。但係嗰支筆咧，可能因為嗰啲毛少啲啦。如果你唔點啲墨咧，又好乾。哦，寧願乾少少咪寫兩下點咯。你寫心經都係㗎。有時都係我嘅，正話睇過嘅。OK 得。呢支就係嗰個咩？即係我寧願你用呢、這個呢、這個 size 或者呢個線條會好啲。其實你呢個空間都 OK 嘅。後邊好啲。聽住啊。後邊好啲。係。好。漏太多下面呢個是比較罕見的情況，但是會有的。什麼叫漏太多呢？即雖然你要齊天平天，不是齊地平腳，即平頭不用齊腳的，但是你盡量你不齊腳你都沒有太差太遠了，跌腳得滯啊！呢個嚇，即你下面差太遠了，呢個感覺。第二張都有少啲，係啊，冇咁清楚，冇咁明顯嘅，但係都有。係啊，我覺得你牙定啲寫得大隻。係啊，大嘅。如果你寫細啲，呢篇嘢都唔係。兩萬講兩萬，一張講。點解好似我？冇寫第二張。我整咗篇赤壁賦，打亂咗你嘅生活節奏咁樣。又話好攰啊，隻手痛啊。又話分幾次啊？又話物質啊？又話尋晚漏夜寫啊？啲話今朝寫啊？張紙仲要濕嘅。係夜晚寫。即係我話我有放假咧，除咗食飯，我就放全部時間放完寫。咁啊好啦。
呢個太大啲啊！係啊，我諗寫寫細啲，寫慣咗大。係啦，寫細啲好啲。看這裡寫得挺好的，但是看不出那個整篇寫的真正實力，有沒有整篇寫過？沒有紙啊，哎，上次你問，一會兒買回去。不是，這些寫到這樣呢，他不會介意的。你看到他整篇寫給我，寫到的紙已經這樣呢，其實他當練的而已，應該心理壓力不是大。隨時寫多篇，阿炯應該寫到，好好啊，寫用筆用得好好，唔關事，係佢隻手比較熟，應該話佢隻手其實佢嚟冇耐之後，我都覺得就係佢有一個比較好嘅優點，就係可能浸得比較耐，或者佢自己比較學得似，隻手想做乜嘢咧，基本上佢係做到嘅，或者咁講。呢位新同學，呢位師弟個心想做乜嘢，隻手係做到的。有兩種情況，第一種個心想去尖，隻手做唔到；第二種情況，隻手其實係好準嘅，知道要咁做，好叻嘅。不過個心入邊諗住歪啲靚啲，所以寫書法寫唔好得兩個原因嘅啫。無論咩字體都好，第一種個心其實知咩叫靚嘅，隻手做唔到。歪了手震，第二種隻手其實是很穩陣的，很硬的，有本事做到的，但是心不知道什麼叫靚，結果寫到這樣出來。那好的是哪種呢？就是個心知道是這樣做，隻手又聽話這樣做，刻字是啊，個刻字知道是這樣了，而隻手了到，就是這個。所以你說寫多次要很辛苦，隻手寫到，個心又知道自己做什麼，有多辛苦。好了，如果有些人寫完有剩的，你給了兩張或者一樣給他，不一定要整包買，有就貨就有了，還有三包 share 都可以， share 完都可以。那好漂亮了，夠鬆動了。 這個是技巧來的。阿尚剛剛看完北極光回來，你說你有多忙，忙得過他錄機冇耐啫嘛，佢係嘛？係啊，仲喺屋企，差唔多，係啦，係啦，俾個山竹打。新聞報道嗰啲咪就係佢屋企嗰啲咯。有冇考慮搬屋啊？你求其話揾唔到支筆，啲紙全部濕曬，我都冇嘢講啊。其實，所以我成日都話你，即係盡量有時間嚇，即係姑勿論佢係之後之前寫，咁都係肯寫啦，起碼。同埋佢有樣嘢好嘅，佢個客格咧，頭先我講所有我話啲太壓榨嗰啲啊。佢就唔壓榨咯，佢個空間比較合好啲，佢冇掂到嗰條線嘅，變咗你中間好鬆動。即使佢都係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個字，呢度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個字，但係我都唔逼嘅，一張紙寫曬。所以個問題係你點樣擺咯，各位啊，細少少擺落去睇下。咁當然佢有佢個好處嘅，你話啲紙唔化，呢隻厚身啲，粉煎嚟嘅，但係你要諗下。佢都有佢嘅困難嘅，啲紙筆寫完之後好傷嘅，因為佢唔吸物，啲筆係起沙嘅。嗱，你買你嗰啲，你買你哋嗰啲。佢有佢嘅困難，你哋有你哋嘅困難。我之所以買呢只就係想你化少少，因為如果唔化咧，你用小鳳咧，啲紙筆可以打柴。你要用好多物質，咁好多物質本身呢個技能咧，係你有咁上下嘅把握先會好多物質。如果唔係，你會驚嘅，你會沙沙聲嘅，呢啲會沙沙聲嘅。寫得好喎呢張，好睇。冇人知嘅。嗱一樣啊嗱，寫細啲又睇啲，啱我寫曬，仲多咁多行啊你，咁慳啊？漏咗字啊？應該唔會，佢寫得密啦，佢有啲寫十四個字。係啊。係啊。有啲寫十四個字。嗱，逼咗少少，但係睇落去好睇嘅。同埋呢度好似好快，佢不如平時寫快咯。好趕啊！打風啊嘛，因為寫得快。細咗好多鐘頭啦，好多。呢個唔使幾個鐘係嘛？呢個我諗兩個幾鐘應該都得。
兩張寫的，好好睇真係，好好睇。呢個又係一樣嘅，成日都係寫。但係佢寫嘅呢個又係佢寫嘅。我寫完唔係，秀瓊寫啲嘢比黃寶群稍微係扁少少，橫啲嘅。同埋秀瓊用墨汁係仲勁啲，重少少。稍微嗰個粗油唔係咁均勻，前面有咗啲嚇，後邊重咗少少。係啊，如果俾我建議，全部用呢個 style 寫會好。後面這個手你這堆重得很厲害，是的，這堆也是，看下去沒那麼平均，還有沒那麼大隻，還有沒有寫赤壁賦三個字那麼大，小一點就可以了，兩個都沒有煮飯叫我買，我還開飯，沒有將赤壁賦寫那麼大，大大隻，不好看，應該寫頭，這個是不是寫頭，這樣就好看了，即是起碼都叫做整篇東西都，我洗筆洗得太乾淨了，肥土了，變成壞了，肥土是壞了的了，那你要買幾個，後面有人當然是拖，真的換第二支都行，未買的，都是買的，好肥的，肥土是壞了，後期的你浸啊！你浸，浸唔浸啊？寫得浸咪啊？有啲墨跡咧，冇用，捽捽捽咯，太大力啦，咪壞咗。同埋唔好令到佢有墨跡啊！儘量後邊嗰個位，尤其係呢個位啊，呢個位有墨跡好弊，唔係啊，可以壞。中間啊，咁啊仲離譜，掉佢掉佢，都咁洗嘅你。就係洗得緊要。洗點會中間有墨跡？洗冇理由中間有墨跡。唔係啊，寫字啊，即大圖墨跡啊，掉洗啫嘛。盡量冇粗油一樣，盡量冇粗油，有粗油又好睇啲啊！同埋稍微寫大少少，寫得滯，放膽啲。size 稍微如果再細啲就係，即係比阿常仲要細啲就係呢只啦。係咯，佢細過阿常靚。係啦，咁啊咁啊貴一個好啦嚇，即係唔好話邊個特別靚。筆要吊到好高，寫好輕喎。啊，好靚啊，真係，真係好靚啊！有冇寫漏字啊？啊，有冇寫漏字喎？冇。这个是厚的，我们写的是前，这个是厚，我又不觉得它特别给我们多时间，是吧？就是我所以都说不要用時間啊，用咩身體不係好妥啊嗰啲嗰扎嘢，旅遊唔得閒翻嚟又剩下嗰扎嘢，行李未到啊，人到咗啊嗰啲，啲唔係嘢嚟嗰啲，你總會揾到時間肯寫。呢個攰噶，呢個攰噶，呢篇難寫啲嘅，呢篇比前面嗰篇字數少好多，400多字好似。但係嗰啲字咧，佢呢啲咧，呢啲字咧，呢啲擺位咧，係煩好多嘅嚇。咁 anyway 啦，即係大家就可以欣賞下，我寫得好靚嘅啫。試下啫，好多嘢。我想睇下呢個。咁快到潘冠輝葉丹，我改咗你嘅咩？你我今日冇考完咧。上次交了，今次就沒有功課了，是的，看看。還有幾個，即今天沒有交過的對友，當是交了的了，或者交了，因為我是交寫的。OK。聖誕節了嘛。我聖誕節才交，是的，剛。聖誕節。是，我問多了，不好意思，是的。腦裡面有些人名到現在還沒抽出來，還在這裡，人名是的。交了，即今天那段寫了一些東西。即是盧傑雲都會交了，是的，交了。佢交咗嘅，再交咗嘅，上次交咗，打洞噶嘛，個印好清晰噶嘛，係我知。係啊，咁應該咁交曬佢。係啊，
聖誕節嗰個都交咗啦，聖誕都交。睇得好，嗯，好睇。呢啲又可以叫啦。呢張睇得好睇。呢啲可以畫出出書法展嗰陣可以剪。嗯。逼咗少少行於行字，誒，但係好睇，字寫得好。五蚊，五蚊講唔止寫。先撞完尖嚟，撞完尖寫好，撞完尖，撞尖，尖，順尖個尖。係啊，係啊，公平啊。睇個咩字？我睇，我想睇呢個咩字？咩啊？八號言之廣嘅。呢一首是被譽為即係古往今來的離別啊、送行、致行嗰啲詩入邊係數一數二嘅。咁一嚟佢本身係李白寫，真係勁嘅；二嚟你見到個空間同埋嗰個時間上係比較特別。西辭，呢個當然西辭唔係指你走咗啦，呢度係指真係告別咗。李白其實嗰陣時係欣賞孟浩然嘅，即係 grade 孟浩然高少少。孟浩然好不羈瀟灑嗰啲啊風格，李白又好欣賞佢，去咗揾佢喺黃鶴樓附近啦。大家兩個人即係一見如故，玩咗一排咁樣，玩咗一排之後，孟浩然要走啊，李白送佢嚇。李白乘舟將欲行係忽聞岸上踏歌聲，汪倫送佢，贈汪倫。呢、這個係孟浩然走，李白去送佢。李白好欣賞佢，佢走嘅時候，煙花三月下揚州，呢、這個係煙花係指水氣上面嗰啲花好靚，我哋就三月份。煙霧瀰漫，煙霞，啊，煙紅柳綠嗰啲煙，唔係真係嗰啲 fireworks 嗰啲煙花，唔係大年初二嗰啲嚇。下揚州坐船順流而下去揚州，揚州當時係好靚嘅地方。孤帆遠影碧空盡，睇住佢嗰只帆，佢眼中只有嗰只帆，去到海天一線嘅地方或者水天一線嘅地方，誒盡頭碧空盡，就換言之，嗰段時間佢係冇走過嘅，係不斷望住佢。唔好話情情塔塔話眼淚，兩個男人嚟嘅眼淚啊嗰啲，但係唔好話不捨，總之係嗰種寄託住嗰種目光係嘛？唯見長江天際啦，好有型啊！呢、這個之字好特別嘅，呢、這個之字喺你文言文教嘅時候啊，黃鶴樓地方送孟浩然呢、這個之係點解咧？係往去嘅意思，就往廣陵或者去廣陵。咁嘅意思，個句式亦都好特別嘅，唔係話喺黃鶴樓送孟浩然，或者喺呢個地方喺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，即係去廣陵，應該佢哋呢個擺前邊嘅。OK， 即係比較特別啲嘅，個寫法比較特別啲嚇，即係應該黃鶴樓擺下邊好啲啊。即係佢成篇嘢本身係一篇好多嘢可以發揮可以講嘅一篇嘢嚟嘅，咁啊亦都係喺贈別啊離別入邊比較出名嘅呢篇。咁啊，寫得嘢都好啦，好睇啊呢種，好流暢。我都係話分唔到草書啊、行書啊，有呢扎嘢其實係草噶啦，呢啲係行，其實叫行草就適合啲。